数哦。Are you gonna be dancing with them？ 点子多不止当教练，好小子还跟左左右右一起跳舞，超级逗趣。什么姿势都敢摆，让林书豪即便换了球队，也总有好人气，更让人看到林书豪可爱的一面。记者张玉华、黄伟婷、庄纪维台北报道。